好老公。啊？哪里好啊？这里好。他耳朵才不好呢，你天天叫他都听不见。他肚子好。肚子也不好，他天天上厕所。那他的眼睛呢？眼睛好能戴眼镜啊。吐槽大会现场，牛尾骨，迫不及待。日本的味道就很好吃。包菜，山药胡萝卜。妈妈，爸爸的肉豆包。嗯。好黑吗？可以啊。他就是我的。粘豆包，水果黄瓜。哇，黄瓜也要切开口。嗯，单纯。主菜开始。哇。还有一个呀，你要不想吃可以给我呀。你怎么吃？芋头搞定，再来个粘豆包。嗯，好好吃哦。爸爸盘必须好吃，好吃到水。包搞定，蔬菜专场，会议来袭，分分钟就要睡着的架势。妈妈，啊，我先吃醋了。先把这些吃完，还是先去睡觉？还是妈妈，还是先去睡觉？还是去睡觉？困得不行了。哎呦我的妈！那带你睡觉吧。